你告诉我一个生命我画的好吗？鸽子树，燕子说，当初你为什么要跑呢？如果你不跑，我不就可以保护你了吗？雅雅无限委屈地说，可是你知道吗，阿塔家的那条狗在后面穷追不舍，样子有多吓人呢。燕子不说话了，把注意力集中在牙牙的右脚踝上，那里有两个淡红的牙齿印。Could almost draw these better than you, mommy. No offense. 中文说话，儿子。好的。那上面有两个淡红的牙齿印，像两颗星星点缀在纱布勒过的痕迹上。瞧着瞧着，燕子的好奇心转变为心疼，开始关心牙牙的伤势。还疼吗？燕子为什么问牙牙说，你为什么要跑呢？如果你不跑，我不就可以保护你了吗？为什么？为的。牙牙说什么呀？牙牙说，可是你知道吗，阿塔家的那条狗在后面穷追不舍，样子有多吓人呢。有什么在追它呀？狗。狗， OK。 燕子不说话了，把集中精力注意在牙牙的右脚踝上。把右脚踝给我看看，在哪？我在这里。有两颗淡淡的红色的齿印，像两颗星星点缀在纱布勒过的痕迹上。燕子的好奇心转变为心疼。还疼吗？牙牙说，不痛，不碰就不疼。你说阿塔家的狗是不是疯了，怎么连主人的话也不听了？燕子煞有介事地回答，因为阿塔不是他的主人，他的主人是阿塔的爸爸，阿塔只管喂鸽子，谁是主人？阿塔。 No， 阿塔的鸽子。阿塔的鸽子。因为阿塔不是他的主人，他的主人是阿塔的爸爸，阿塔只管喂鸽子，谁是主人？他的爸爸。对了，阿塔管什么事情？只是喂鸽子。他几乎没有找见。牙牙幸福的点点头说，那你知道阿塔家总共有多少个鸽子吗？燕子回答，现在是30只，明天就只有29只了。牙牙没听明白，问道，那一只跑哪儿去了？燕子双手叉腰，摆出一副大无畏的派头，因为那只鸽子被我偷走了，我要用这种方式给你报仇。阿塔家现在有几只鸽子？30只。三十。明天就会有几只？三十。明天就只有29只。29。为什么？因为它吃光了，因为没有了。那一只跑到哪儿去了？森林。因为那只鸽子被我偷走了，我要用这种方式给你报仇。牙牙若有所思地沉默了片刻，有点担心，要是阿塔的爸爸发现鸽子少了一只，揍他怎么办？燕子认真地说，那阿塔也可以揍他爸爸的狗啊。牙牙这才放下心来，突然又想起了别的什么。他说，你不是答应过我要给我逮蝴蝶吗？燕子拍拍他的脑门说，牙牙，你记性真好。半个小时过去了，他们在河坡上跑得筋疲力尽，手里的蒲草叶都掉光了，也没有捕住一只蝴蝶。他们逮到蝴蝶了吗？没有，因为没有捕住一个蝴蝶。
燕子一蹦一跳地跑在前面，牙牙一瘸一拐地跟在后面，最后他们躺倒在岸边湿润光滑的青草地上，手掌枕着后脑勺，在暖洋洋的阳光下差一点睡着了。第二天燕子去了趟阿桃家。第二天燕子，你先听我念书。第二天燕子去了趟阿塔家，一进门就张口问阿塔，想听好消息吗？阿塔正在看电视，两眼发呆，根本不买他的账。燕子有点沮丧，陪着他看了会儿电视，冷不防地说，牙要回来了。阿塔的反应很夸张，分不清是大吃一惊还是大喜过望。真的，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他在哪里？我不能告诉你，燕子一本正经地回答道，这是秘密。阿塔急了，他急中生智，想起了一个点子，如果我答应你，如果我答应让你看鸽子，你还不告诉我吗？燕子做出勉为其难的表情说，那好吧。阿塔家养的是一种银灰色的野鸽，就在一间旧仓库里。每天傍晚鸽子放风回来的时候，阿塔的爸爸呀都会挨个清点，看是不是少了，看他们有没有受伤。对这些宝贝鸽子，他几乎倾注了全部的生活热情。阿塔的任务是保证鸽子们不饿肚子，只要他们一飞回来，就意味着他要开始工作了。阿塔知道鸽子就是他的兄弟姐妹，照顾他们要细心，更不能随便带别人进来看。可是就在一个星期之前，他禁不住牙牙的软磨硬泡，把他带到了仓库外的禁区，结果呢酿成了一场大悲剧。牙牙被他家的狗咬了，他被老头子揍了，打他的时候老头子还一遍遍重申，不准看就是不准看，再看把你的屁股打成两半。真的说屁股吗？真的说了屁股打成两半。你可以把它摁住吗？这个不能打开。可以，你去找哥哥待会儿。你找哥哥或者找爸爸。可能要。你先听我讲完故事。就要 pin this， 先要 make it still。那你就去找哥哥或者找爸爸，他们的手有力气。被认识他们不能，要有 grip， 因为他会 turn。No， 你手上有毛巾，它就不会那么软和了。妈妈是手上没力气了，爸爸手里有力气。你这么个小屁孩子，你有什么力气啊？不行。OK。要放 glue， 这样你的 hands stuck， to get your hand off。现在阿塔忘记了。打他的时候老头子还一遍遍重申，不准看就是不准看，再看把你的屁股打成两半。现在阿塔忘记了血的教训，带着燕子直奔仓库。他给燕子三分钟时间，燕子一进去他就在门口守着，以防老头子杀个措手不及。谁知半分钟不到燕子就出来了，还边走边摇头说，不好看不好看，竟是毛。阿塔不管他，快步跟上去问，牙牙呢？你可不能说话不算话呀。燕子还没停下来脚步，他的一只手紧紧地揪住裤腿，头也不回地说，他一直在家躺着呢。阿塔不免担忧地说，那他还恨我吗？早就不恨你了，快去看看吧。阿塔喜出望外，跑过去锁门，
燕子趁机一溜烟儿地逃了。牙牙在约好的泡桐树下等他，半晌，村口的方向出现了一道人影，这人影飞快地变大，燕子手捧着鸽子跑得兴高采烈。牙牙拿出事先准备好的小木笼子，只见这个小木笼子钉得歪歪斜斜的，上面还挂了一副帘子。牙牙让燕子过目，好看吗？好看。燕子累得上气不接下气，他把鸽子装进去，准备按原计划爬树。牙牙叫住他，从口袋里抓出一把劈鼓，不是屁股，是劈鼓。什么？劈鼓。皮鼓。抓出一把皮鼓，小心翼翼地丢进笼子，三下五除二，燕子便爬到了树顶。他找到一根结实的树杈，把木笼子固定在上面，摇了摇，确定已经足够牢固，才放心地回到地上。燕子拍拍手，满眼得意。他在幻想阿塔被他爸爸打屁股的时候，哦，该是何等壮观的场面！太不好了，他们老想打他的，他爸爸打的。牙牙转了一个弯，一眼看见胖胖的阿塔正矗立在门口望着他，心里马上一咯噔。与此同时，阿塔也看到牙牙了，还兴冲冲地迎上来，脸上的肥肉一跳一跳的。在这个紧要关头，牙牙坚持住了自己的立场，现在他的头等大事是报仇，而阿塔正是他的敌人。他努力做出爱理不理的表情。牙牙，你回来了？阿塔眼巴巴地问。我和你井水不犯河水。牙牙瞧着阿塔脸上那对和眉毛一般大小的眼睛，明确表态，这个死燕子，他又骗我了。怎么才能让牙牙不再恨我呢？阿塔冥思苦思冥想，最后决定牺牲自己的屁股。哦，怎么这么多屁股？牙牙，如果我带你去看鸽子，你还和我玩吗？他说。牙牙丢下一句，才不稀罕呢，扬长而去。哦，阿塔很郁闷，顿时不知道如何是好。傍晚时分，牙牙和燕子一起站在阿塔家的墙外，竖起耳朵捕捉从里面传出来的惨叫声。可惜晚饭时间都过去了，一丁点动静也没有。他们感到很迷惑，阿塔的爸爸怎么还不动手？他忘记数鸽子了吗？他突然更喜欢阿塔了吗？一番深思熟虑之后，燕子做了个决定，明天去鸽子树看看。当燕子再次爬到树顶，面对空空如也的笼子时，从这里到这里讲什么？Tell me summary, Rahul, and ask me questions. You 听了吗？有。牙牙是男孩是女孩？女孩。燕子是男孩女孩？女孩。阿塔是男孩女孩？男。怎么发生了什么事情？所以你要告诉 summary。 对，我先告诉你，我先问问你有什么事情。 OK， 燕子和牙牙是好朋友吗？是。他们和阿塔是好朋友。你先要告诉我 summary。 这个书写的乱七八糟的，所
你先告诉我什么？我都不知道是什么故事，你必须念到最后才能知道是什么故事。Fine， 念到最后 ，There， happy now。当燕子再次爬到树顶，面对空空如也的笼子时，惊得目瞪口呆。突然，树下传来牙牙诧异的叫声，他低头一看，又吓了一跳，差点从树上掉下来。此时站在牙牙旁边那胖乎乎的家伙，不是阿塔是谁？这小子竟然偷偷摸摸地跟了过来。燕子溜下来大声质问，你来干什么？阿塔愣头愣脑地朝上面张望，没有回答。上面有个鸟窝，他晃着脑袋看来看去。燕子，是你搭的吗？燕子矢口否认，胡说，我没事，搭鸟窝干什么？一言不发的牙牙忽然露出恍然大悟的表情，说，你怎么知道是鸟窝？阿塔，是不是你把我们的鸽子偷走了？鸽子？你们哪来的鸽子？燕子受到牙牙的点拨，和他想到一块儿去了，也帮着训斥阿塔，你太缺德了，你们家有那么多鸽子，怎么还偷我们的？我没偷啊。燕子无论如何也不相信他了，说，你怎么证明？敢带我们去你家数数吗？数就数。阿塔急于给自己平反。牙牙一眼看见阿塔家的那条大狼狗，心惊胆颤，怎么也迈不动脚步，他被留在门外等着出结果。阿塔和燕子在仓库外分外认真，拿着手电筒反复数了三遍，第一次是29只，第二次和第三次都是30只。这下燕子理直气壮了，指着阿塔说，看，还想抵赖。燕子和牙牙决定不理阿塔了，他们一起来到泡桐树下，准备收回那个小鸽子。燕子把它抱在怀里，信心满满地说，咱们不养鸽子了，咱们用它养天鹅吧，你觉得怎么样？牙牙说，好。燕子注视着笼子上那道门，有个问题蹦了出来，上次他把笼子放到树上的时候，是不是忘记锁门了？鸽子会不会是自己飞回家的？看来他们可能误会阿塔了。他们碰了碰牙牙，想把这个发现，他碰了碰牙牙，想把这个发现告诉他，却见他正一动不动地望着村口，目瞪口呆。他顺着牙牙的目光张望，骤然不可思议的情景出现了。阿塔从村口跑来，不准确地说是飞出来的，他身后像长了一双巨大的翅膀，迎风拍打着，眼看就要冲天而起，近一点，再近一点。终于燕子看清了那双翅膀，天哪，竟是阿塔家的那30只鸽子。阿塔不停地吹着口哨，像一位发号施令的将军。鸽子成群结队地团宿在他的头顶上，上下翩飞，前赴后继，撒下一路悦耳的和鸣。阿塔在树下停住脚步，那些鸽子一哄而散，开始在树枝间穿梭。顿时，明媚的阳光被分隔成一道耀眼的碎片。他们还是不肯罢休，放肆地伸展双翅，时而俯冲，时而掉头朝上，你拥我挤，在树冠周围绕了一圈又一圈。阿塔红光满面地说，是我错了，我不该把鸽子藏起来，我应该早点把它们带出来，带给你们看。牙牙也抢着说，是我错了，我不该那么小气，我不该想着报仇，而应该想着原谅。燕子也羞红了脸，说，你们都没错，错的是我，我不该偷你家的鸽子。阿塔大吃一惊，啊，你是什么时候偷的？燕子把经过一五一十地讲了一遍，然后一脸忐忑地望着阿塔，你能原谅我吗？
阿塔不加思索地说，当然，咱们是好朋友。老师说，好朋友遇到问题的时候，要先原谅对方，再问为什么。燕子长长地舒了一口气，突然上前一步，结结实实地把阿塔抱住了。明媚的阳光透过鸽子树树叶间的缝隙，洒落在三个陶醉的少年身上，以及少年清澈的笑脸上。在这欢天喜地的笑容里，所有的误会都烟消云散了。此刻，他们无比亲切地感受到，是好朋友就要互相珍惜、互相理解，而不是互相排挤，不是让误会占据上风，要用友爱的力量把误会打败，因为友爱代表着理解和珍惜。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吗？不知道。是一棵鸽子树，一棵。对，有别人偷。有一次。燕燕，燕子，燕子啊，被阿塔家的狗咬伤了。只是燕子。No，雅雅。燕子是什么？燕子是一个小女孩的名字。牙牙的脚啊，被阿塔家的狗给咬伤了，对吗？好的。所以你能看到那个脚上有两个红印儿。好的。对吗？然后呢，燕子就想报仇。他怎么报仇呢？就是去偷那个阿塔家的鸽子。对，阿塔家的鸽子呢，阿塔家他爸爸特别特别特别喜欢那个鸽子，每天要把鸽子放到外面去飞，然后晚上回家以后，阿塔就开始喂这些鸽子。 OK， 如果要是丢了一只鸽子，阿塔的爸爸会怎么样？很生气，会打到他的屁股两个。对，把他的屁股打成两半，就是这么厉害，啪啪啪的打。OK， 然后呢，然后呢，燕子呢就故意的想让他的爸爸，让阿塔的爸爸把阿塔的屁股打成两半，因为他被阿塔家的狗给咬了。知道吗？后来呢，有一天晚上，燕子就去到阿塔家说，我有一个好消息给你听。他就骗他说，我有一个好消息，我有一个这么秘密的消息。然后阿塔就特别想知道，然后燕子说，我不告诉你。然后阿塔说，我给你看鸽子，你能告诉我？然后燕子说，那好吧。燕子就去看鸽子，到里面看了一分钟，他偷走了一只鸽子。他们家以前多少只鸽子？3只。后来变成多少？28，29。29，他就偷走了一只。他们偷走一只以后呢，怎么样了呢？他们做了一个小笼子，然后把小笼子挂在树上，还盖了一个小门。然后第二天晚上，牙牙和燕子这两个小女孩再去看那个小笼子，笼子是空的，而且阿塔的爸爸没有打阿塔。怎么回事呢？他打了别人。那个 no， 谁也没打，那个鸽子没有丢。为什么鸽子没有丢？他忘了。 no，他的笼子的门，哦，然后他没关上。燕子都认识家呀，燕子回到自己的家去了，明白吗？嗯，这故事好像挺复杂的。后来，所以那个 summary 是什么？就是这么个故事啊。summary。就是
燕子被狗咬了，牙牙被狗咬了，燕子去偷那个，去偷鸽子，结果鸽子又飞回去了。然后燕子就跟那个谁，跟阿塔赔礼道歉，说对不起，我们做朋友吧，做朋友比什么都重要，我不应该偷你的鸽子，我不应该跟想跟你报仇。报仇是什么 ？Revenge。OK， 但是你可以去敲门。干什么？你自己去吧，你去找爸爸吧。那我爸爸不会。爸爸肯定理解。我要问什么问题？那我就问买驴来。你还有什么作业？照片。拿过来。签名。我今天签了。没有。我在学校。没有。在 study hall。没有。打赌。打赌。No。打赌20块钱。No， 因为。我如果别人要打赌，他们一定对。所以打赌20块钱。不。那25块钱。不。你觉得签没签？没签。在 study hall 我签了。没有。你这个小。啊没有。啊没有。啊没有。Wait。Wait。你还有什么作业？英文有吗？数学有吗 ？Fine， 打赌 ，OK。嗯。Fine，No。你没有 opponent。你看看，我都能看见印儿，杨海英的印儿。但是你没哦，念每周华语第二课课文拿出来念。No， 快点 ，Quizlet。哦，对 ，Quizlet 要做。拿过来。写6个字，写了吗？对。星期四考每周华语第二课，写周记你。周记你写了吗？周记。写周记350个字。哦，这他没有发出。读鸽子树。对，是我们现在。老师给你们讲这个故事，现在越来越复杂了，真的很不好，不好懂。你要这个故事写的。妈妈可以去找你的电脑吗？为什么？因为会更快。哦，你去拿吧，你去让哥哥给你打开这个铅笔，我去拿那个什么。这个故事就妈妈哦，对，这个故事编的要去，不，但是你要去找电脑。我还要做酸奶呢。
这个太好玩了，我喜欢。